是高嘉群20分闯关成功。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，超级红人榜就是全国第一。我现在人在东京的新宿妈祖庙，竟然找到我们的观众朋友，红人榜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昨天破死。对，很好看。我昨天看到最后结束哦，很感动。祝贺你加油！我们在东京有粉丝。这个福利有帮上水舞台，超级红人榜。